大家好 ，Beauty is Change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冬雨。这次的挑战是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厨师，然后碰见了也是对美食有着很严格要求的金城武先生饰演的陆晋大老板，身家360亿的大老板，然后两个人因为爱好走到了一起。一开始没有见到的时候觉得很期待，觉得画报上的男人要走下来跟我一起拍戏，好爽，很期待。但是见到之后又会很忐忑，因为害怕会有一些演戏上的问题不能沟通，不能解决，但是没有。失恋应该选柠檬吧，一开始特别酸，特别涩，觉得要不行了，但是撑过去之后还是挺甜的。热恋应该是辣椒吧，因为特别火辣，特别极致。暧昧应该是红酒吧，觉得每一天都很晕眩，每一天都充满幻想。